我妈吃了霸王餐没付钱直接走掉。哇哦，到底怎么会有这样的妈妈啊？我还想说请她吃大餐，给她一个礼物，直接走掉。哎，超猛的，各位，真的是很值得分享，哎，真的有点生气耶。母亲节哦，本来带我妈来吃大餐，我在家里刚才工作，所以迟到20分钟，我迟到了。那我妈打，我打给我妈说我在路上咯，她说好，然后到这边她走掉了，超猛的，看不太懂，我认真看不太懂，哎。然后后来里面的员工跟我说，我妈吃了霸王餐没付钱直接走掉。哇哦，到底怎么会有这样的妈妈啊？我还想说请她吃大餐，给她一个礼物，超猛的，我真的有点看不太懂哎。哇，本来想说哇，母亲节大家都在晒妈妈，好，那我也来拍一张我妈的照片。哇，就给我搞这一出哎，直接走掉。然后我说妈，你现在回来，我要请你吃好料的。哎，不回来。他是不想养妈妈，他乱讲。儿子就是5天给你1000块，你觉得很不够用？根本就不够啊！有时吃泡面，有时吃霸王，就吃小吃啊，不能去大餐厅吃就对了。那你这样会吃得饱吗？会很饿啊。他妈妈的部分我也很无能为力啦。孙生他一个人要养家，其实真的压力蛮大的，因为他要付房租，然后包括他妈妈气喘药或者冷气费吹得比较贵一些，都会让他觉得生活很紧绷。